寒流发威，怎样穿才保暖？长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，就一个棉袄，一个三件，差不多吧，不会很冷啊。我刚拿从南部上来，南部。他们都穿短袖嘞，三四件。所以你觉得这样穿有比较暖吗？应该有吧。但这两天气温骤降，北部、南部温差大，光是这两天就有超过30个人猝死。低温对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会造成一种心脏的压力，导致猝死的状况。有时候是脑血管的意外，有时候是心脏的其他的问题。天冷猝死的高危险群有心血管、三高与呼吸道疾病患者，原因在于低温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。末梢的循环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特别注意，甚至会造成失温的状况。发现有意识不清、头晕、呼吸困难以上这些状况的时候呢，就应该尽速就医。专家提醒，肢体末梢容易被疏忽，天气冷最好穿上袜子、戴帽子与手套，做好保暖，才能度过低温危机。大爱新闻黄彩绮、许英豪台北报道。